晋安侯，遗失锦绣山河图。官人在此，快把山河图留下。文思渊愿以山水渡之名相求两位前往赤眼沙夺回山河。江湖朝廷两不干，乃是武盟的规矩。国将不国，又何来江湖？我给两位少侠还备了两位高手，一位郎中，可保二位平安。在下左青瓷。郎中指挥医术，还会什么？下象棋，玩双路，玩骰子。我不需要他。一位飞贼可助二位盗徒。在下以为定能相助二位，回来后就能得到商婉的下落，咱们赶紧去吧。他果然在这等着我们呢。原来是易容城这般其貌不扬的男子模样。